大家好，我是小弟。小弟今天又来分享生活了。现在呢，上午已经十点多了。妹妹，我们两个呢，今天又开始去打农药了。爸爸也刚刚拿个锄头去除草了。今天呢，把那下面那两个地全部都打完了。现在开始出发。天气的话，看还是打农药特别的好。热也不热，冷也不冷。现在开始在这里抓鼠。一头发带这些农药，一头半就可以了。现在水已经装好了，准备开始去打，应该一人打四五头才能打完那两个地。哎，今天风景也特别的好。现在已经到地里了，看，先打这个地。妹妹，我们两个一人打两头才能打完，应该这个地有两亩地。现在准备开始打农药了。在一人打完了一头了，准备又回去装水。这个地呢，现在已经打了一半了，应该还要妹妹我们两个一人打一头就够了。这个地，哎呀，看这个地呢有点小，应该两头就够了。这个地呢。看，土豆也马上就可以挖了，马上就到七月份了。七月份的时候开始挖土豆了。哎，现在又到水池这里了，有点热呀，今天。又开始去打，哎呀，这个地呢，这两头就够了，刚已经打了一半了。这个地马上就打完了，看，只要这边这一点了。玉米地里面呢，现在已经打完了，现在农药多了一点点。把这个四季豆地里面打了。
这两头也现在已经打完了，准备又回去打水。现在真的好热呀，我都出汗了。嘿，我去，加油吧！现在开始打这个地，这个地呢有点小，应该这两头就够了。嘿，草也有点少。这个地也现在已经打完了，农药还有倒了一点点，现在拿去那边四季豆地里面打吧。哎呀，累不累？加油吧。哎呀，终于都已经打完了，现在下午已经四点多了，妹妹我俩呢现在准备回去了。哎，累了一天了。哎，这天气现在才出太阳。到家了。